好吧，今天是2023年12月22日礼拜三，这是叶奶奶把它穿得很保暖，好吧，谢香蕉哟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。你常去酒店的啊？可以啊。好，谢谢。玲玲，有啦，我穿烧啊，你看我穿外套。你那个配合那穿个烧啊？好，好，我知。安全较重要，莫惊紧。好，拜谢。